裕隆山一向都是有名的名牌屋苑，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，亦都是中产一族向往的安乐窝。今天参观的单位，最开心就是在个露台上可以望到很漂亮的马场景、吐露港景、石门河景，还有远山景。既然个景观咁靓，我哋再望多一次啊！今次参观的单位是实用面积1845尺，是四房双套加工人套。一起入屋睇睇啊！墙身设有大镜，增加空间感，而且下面做咗一个大型的鞋柜，增加储物空间。行到入厅，转个弯，依然都是杂物柜。饭厅好宽敞，圆形饭台好供六人用膳，一家人坐埋一齐食饭就最温馨啦。客厅设有落地玻璃，采光度充足。一家人坐在客厅里，一边聊天一边欣赏到这么开扬的景观，就最舒服了。主人套房空间很充裕，可以做到三边落床，而且光线非常之充足，当然啦，亦都可以欣赏到呢个咁开扬嘅景观。浴室设有双洗手盆，淋浴同埋浸浴设施兼备。厨房内拢好见使，亦都有好多储物柜，而且工作台面亦都好大。呢度夜晚望出去嘅景观亦都好吸引噶，层次丰富，当然值得我哋去慢慢欣赏多一次啦。裕隆山的交通很方便，只需要步行两分钟就到火炭站，而且附近也都有不同的小巴和巴士前往沙田或者大埔。裕隆山属于九一小学校网，区内有很多出名的小学。大家有兴趣看这个单位，欢迎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给我们，我们下集见。